个人心中都有一名超级英雄。紧张吗？偏紧张。走吧。其实，超级英雄不存在电影里，而是生活在我们的日常。动保野保，一起更好。耶！这是我宽的爸爸，我多多打爸爸。爸爸怎么学会打？谢谢你让街头变得更温暖，谢谢你用青春捍卫家园，谢谢你让生命可以延续。爸爸，你是我的超级英雄。谢谢你用孤独照亮了世界，谢谢你用快乐治疗了恐惧，谢谢你擦亮大家的平安，谢谢你拯救无数的陌生人。或许你认为微不足道，但在我们心中，你就是超级英雄。献给每一位默默付出的你，坚持为更多的感动全力以赴。 K1 超级英雄。Kimco